有没有穿了之后会不想脱掉的小裤裤？找到这件冰肌蚕丝内裤，对，你看喽，它整件哇很轻哦，摸起来很是不是很细？很舒服，对，为什么？会有那种粗粗的感觉，丝滑的感觉。显微镜下看到的时候，它那么细，完全没有任何的毛鳞片哦，它的纤维真的是整整齐齐、干干净净的。这一件冰肌蚕丝内裤，它穿起来的时候，即使流汗的时候，它快速的帮你散热，你不会觉得屁股上面有粘任何东西。觉得它厉害的就是它加了20%的高弹性。它连我们最在意像裤脚的地方，哦，连裤脚都是弹的，对，都是弹的，它都是有弹力，而且它做到无痕，它可以穿了之后，你急速的感觉到身体的散温，嗯，屁屁就不会粘在一起，难怪那么舒服。对，它的裤底是白白的蚕丝裤底，而且它是用到长纤的蚕丝哦，全部都是用到日本的那种高弹力的弹力织带。可是你看到它弹力织带用几乎隐形的这种人字车纹，易被嘎巴裤底做到一个圆弧的形状，做到包臀，这样才不会有四个屁股，帮你加长又加宽。它裤底这个蚕丝，你看到仔细看，它是内缝的，所以你不会觉得有那种车缝线的不舒服。一件、两件、三件、四件、五件嘞，一次穿五件吗？你看。一次五件也这么透气，只需要一块好的布料，对，好的剪裁，让我们觉得舒服，也保护我们的私密处。